素材啊，这是前段时间我们就是说一家三口啊，加上我小妹儿和我妹夫，咱们五口人呢去泰戈锦鲤啊，就是一个小小聚会啊，一个小片段，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期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以前呢做这个水族的一个这一路啊走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吧，包括我做自媒体啊。然后我觉得有挺多成功的地方，或者是我认为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借鉴的地方，去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我从事水族行业20年以来吧，一直有很多人其实帮助我。我认为从大的整个这个大的运势上来说，我其实非常非常幸运啊。当然，那其中其实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艰辛，但是排除这些艰辛的话，我整体的运势来说还是。其实比较顺利的啊，我之前是在一个糖友公司当那个业务员，那时候是应该是2002年左右啊，2002年左右，那时候我们糖友公司，我们开工资一月开多少钱呢？一月开800块钱，然后没有提成，就是其实你跑业务呢，正常大家都了解，跑业务有个底薪，加上就是你每个月的销量啊，它有提成，但我们那个公司其实就没有啥提成。因为红酒在东北这一片吧，它销量就是其实挺低迷啊，我们这边人喝红酒的少，虽然长城干红属于挺有名的一个品牌，但是其实销量呢都是跟白酒和啤酒比，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品类啊。然后我们单位效益吧，反正跟其他糖酒公司来比呢，就是属于一般吧，我认为是一般，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激励制度。然后我们那个客户呢，都其实也都比较稳定，然后我们就是谈的业务那个也都比较简单啊，所以说我们挣的钱其实比较少吧。我认为那个时候其实糖友公司跑业务的话，一月都能挣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工资就是800块钱，死工资800块钱，然后还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电话费和那个月票，那时候我们全坐公交车，然后办的月票。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刨去电话费和月票呢，一个月到手能剩个600-700块钱，但那个时候其实人虽然挣的少啊，但是那个公司其实我们公司从老板到员工，我们同事之间关系都特别融洽啊，没事咱们没事出去唱歌，然后吃点饭聚会啥的，就是其实挺开心，那个时候挣钱虽然少但是挺开心。但后来就是说的我干时间长了之后呢，我认为啥呢？我认为就是说我如果继续在这个糖酒公司干呢，我认为好可能这辈子呢也就这样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发展。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悲观，因为我的性格呢并不适合长时间从事业务这种工作，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除去就是说外向型的这种自来熟的这种人物性格啊。我发现什么呢？我跟那些客户沟通时间长了的话呢，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了。我去了，可能先期呢我能唠唠产品，唠唠我们那个在商超里边怎么搞促销，什么促销员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说长时间时间一长了呢，我跟那些叫他们那个什么业务主管呢，我就不知道跟人唠什么了。到卖场我也不知道跟那些促销员呢说什么了。我感觉就那种生活其实挺痛苦。那时候我就预见我的未来了，我感觉这个工作如果再长时间下去的话，一呢我也挣不到什么钱，第二就是说我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应该干点啥。但是说的可能跟现在的很多的大学刚毕业的或者是高中毕业的一些朋友，年轻朋友一样，那时候我感觉哦，特别特别迷茫，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呢，也都是说的跟你差不多的一群人，也都是特别特别迷茫，然后你不知道这个前方应该怎么走，然后你净看着旁边人家有的人挣钱了，然后人家每天过得特别潇洒，那个时候。
就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啥也不是，学历学历也不行，然后你口才口才属于谈业务啥也不行，然后做生意呢头脑也不行，就是你什么都不行，当时就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的挺悲观。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公司老板呢，他呢我们公司本身就养鱼啊，我们老板就喜欢养鱼，完喜欢养鸟养花，咱那老板就挺爱干这事儿。然后咱公司呢有两个鱼缸，有一个应该是1.8米，还有一个应该是1.2米，两个鱼缸。然后那时候养的是鹦鹉，两个鱼缸养的是鹦鹉。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对这些鱼我都不知道叫啥名，你看我从小养鱼吧，但是后期这些特别贵的鱼我都没养，我也不知道叫啥名。然后我们那阵儿公司有那个库管，有个大哥，我看没事呢就在那个地方呱呱呱搁那鱼缸换水。然后咱那鱼缸底下铺的是那鹅卵石，然后他就拿个那个棍儿把那鹅卵石全搁抽那鱼粪便嘛，来回给它豁弄搁里边，完把那鱼缸那个水啊给豁弄的，就是也是乌烟瘴气的哈，特别浑。他大概一个礼拜就搁那抽一回。那鱼缸对面是沙发，完我没啥事我就搁那坐着，我就搁那看看鱼，然后他没事就搁那换水。然后呢，有的时候哎，这鱼也死。鱼死完，老板呢，也就是没事儿，也不没怎么说，但是肯定也不是特别高兴。那玩意儿鱼老死，然后那大哥呢，他也不是专业的，人家是那个搬货的。然后后来我们那阵工作特别清闲，我没事儿呢，从小喜欢养鱼呢，我没事儿老去那个换鸟鱼虫市场下溜达。你跑业务，天天早上出去去公司报道，然后没啥事儿就上哪下溜达去，晚上再回去报道，就一天就是这么晃晃悠悠的，就属于混日子。然后有一天我就上那个我们那个北市场，我们那个最大的那个花鸟鱼虫市场瞎溜达。然后我就发现有个水族店啊，有个水族店整了一个鱼缸，就什么风格呢，就现在的那种 ADA 的风格啊，用的全都是那种就是特别顶级的那种设备啊，就是专业的一个水藻缸。我一看出现了，我头一回知道这个水草能种那个土那个泥巴里啊。完我就搁那看了半天，我们那阵儿没有铺底下铺沙子铺那个水草泥的啊，全都是裸缸。然后他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水草缸，我就感觉哎呀，这个东西挺好。我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水草种到那个鱼缸，直接铺沙子，把水草种沙子里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太跟大自然太那个，就还原度太高了。我说这个东西太美了，这个、东西真好。我说以后我真想整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就还是回公司正常的去这个跑业务去上班啊。然后有一天，因为有一天啊，我就回单位比较早。然后呢，我们老板旁边原来有个司机，那司机可能出去办什么事儿去了，没在公司。然后老板跟我说呢，那个小高，你就给我买两盒烟去。买两个小熊猫，我们老板抽小熊猫，他一天抽两盒小熊猫。我因为我本身不抽烟，所以说我对烟那东西没有啥概念。我要去给他买小熊猫了，买完那两熊小熊猫，我才知道那两盒小熊猫多钱呢？小熊猫20一盒，两盒烟40块钱。然后回来，我就挺难受，我就心里想啊。我们老板，我就算啊，我们老板一个月抽烟，一天40块钱，一个月1200，我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我就合计我们老板，我挣点工资都不够老板一个月烟钱，我就那时候就感觉这自己真的就是啥也不是，太无能了，太渺小了，就是啥也不是。那时候挫败感特别特别强，我就说，哎呦我的妈，这人就差距太大了。就当时特别难受，我那阵儿可能都多大了，22、23岁了。我说再过几年，我说不完了吗？人眼瞅着就是再过几年啊、哦，你到娶妻生子的年代了，然后你啥也不是，约挣600-700块钱，搁这地方就是说的干一个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技能，没有前途，你说怎么整？然后。就百感交集吧，我就坐那沙发那地方，你就看那鱼缸哈、哦，哎，然后当时
我突然间脑海里转出来一个想法，叫最灵机，这个想法其实把我的一生这个命运给改变了。我就看那鱼缸，我突然间想哈，哎，你说我们老板这么有钱的人，一个月花抽烟能花1200块钱抽烟的人，你说如果说我要会养鱼的话，我一月光咱们老板要100块钱，咱老板我估计也能干，就给我100块钱，我帮他养鱼。完他的鱼呢，我不用像那大哥是呱呱，他不用那个大哥搁那天天搜了，然后我把这鱼给养的特别好呢，鱼缸长得特别清，然后鱼也不怎么老死。完我合计我光咱老板要100块钱，咱老板应该能给我。完我合计，哎，沈阳市我找10个像咱们老板这样的人，我一月就能挣1000块钱，我就比干业务强啊。然后我就可以养鱼，天天我第一个可以天天养鱼，第二个，然后那个这也算一门技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呢，其实我挺感谢我们那些就上课啊，就是没事老跟你讲没有用的那些老师啊，没事讲那个他们那见识啊。其实你看上课老师讲的真正的那些什么。真正有用的课堂的书本上的东西我会听进去啊，但这些老师讲点没有用的东西我都记住了。咱们老师上学的时候说啊，国外什么玩意儿，什么人挣钱的，什么园艺师、牙科医生、律师，还有一些是那个兽医，他说这些职业在国外都挣钱。然后我当时就想，哎，我就想你那个，我在那个就我们那个市场看的那个水藻缸了。我就想，哎，这东西那个，我要是会养水草的话，我也属于半拉园艺师；我会养鱼的话呢，属于兽医。然后我合计，我也没啥一技之能，那个一技之长啊。当时按照我一个粗浅的理解，我就认为这个东西算是一技之长。然后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属于以后未来呢，在中国能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发展。我就合计，哎呀。我应该去从事这个行业，去干这个事儿去。然后其实我在那一刻啊，显示的特别果断啊，我就在我家旁边花了180块钱租了一个小平房，我花了1-2千块钱，我做了几个鱼缸，我就放那平房里边了，我就开始去那个研究怎么养水草。那阵儿我就突然间，在我就22、23年的人生当中，头一时就这么的决定啊，因为我以前做什么事儿都优柔寡断的啊，这事儿就是哎呀想干，然后举棋不定的啊。但那一刻不知道为啥，我就挺感谢当年那哥们儿，就20多岁那小伙儿，说这小子在那一刻特别果断的啊，就这么干了一下子。然后就开始上市场上去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拜师学艺吧，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哥，那哥呢是在市场上批发水草的，然后我就在他那儿买点水草，然后买点沙子，买点最便宜那种沙子河沙，完回去种，然后一点点他教我挺多那个养殖水草的那些东西。然后我经过了大概能有半年多的这么一个时间吧，一点点摸索呢，哎，基本上呢把养水草的一些最最简单最最基本的东西掌握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从那个单位呢就辞职了，我就不干了。我认为这个我应该去就是说的从事专业，从事这个就是说的水草养殖这个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印了点传单，大家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原来做的第一版的这个传单啊，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工程什么实力这些东西都是上网扒下来的，然后写了点东西，然后拿了传单，我印了3000张传单。然后我推销当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啊，这东西不是说你拿这东西出去推销就是说的你就有这个收获啊，这个搞过推销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尤其是你这一个新生的一个东西遇到很多困难。我最开始推销的时候，我在想这东西应该推销给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有消费这个东西能力的人都是公司，就比较像我们老板似的，给有经济实力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推销上什么地方呢？就是上我们沈阳的 CBD， 就是什么叫中心商务区那个地方，就全都是写字楼比较集中的地方。我就一个就是写字楼从1楼就开始一层层往上跑，爬那个步行梯。
然后挨家去敲门，我就说我们工时，其实那时候就我自己啊，但我就说的，那个那时候还有座机电话呢，我留的是家里电话，然后我让那人我告我妈，我昨天那个有人打电话的话，你就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公司，然后那个经理没搁家，然后那个给经理打电话，那人我妈搁家，完我说你就接电话，有人说你说俺们什么公司，你是财务，然后那个具体业务不太了解，然后那个等工那个经理回来给你回电话。那个时候吧，就是你要说是自己的公司的话，你不留座机呢，瞅着还不太专业，所以说那时候我把家里电话留下了。把家里住址给留下了，我合计也不可能有人查，我就瞎编的都，就留了一个手机号是我的，然后把这东西我认为写挺好，出去推销去了，然后跑了能有一个月啊，就挨家去推销这东西。那个时候没有人，就是说的没有这个行业，就是帮别人养鱼什么守鱼缸这个东西。但是这一点我认为好在，就这一点他不招人烦的是什么呢，兄弟们，这还不像就是说现在有那个就敲门推销牙刷什么刮胡刀那帮人，那些东西就一瞅就是骗。我这个前期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东西只要这人家有鱼缸的话，你敲门能进去的话吧，哎，他多少对这东西他可以跟你唠一唠，因为他都喜欢那个东西，他第一感觉他不是排斥。就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啊，包括你现在出去跟别人推销的话，用这招依然是好使，就是陌生拜访，就是叫什么玩意儿，地毯式的搜索你的这个潜在客户啊，这一点依然好使，知道不？就我做我们那个宠物这个行业的话啊，他不会特别哎，赶快出去，赶快，我们不需要，他只要有这东西，哎，啊，还有干这个东西呢，哎，你看我这鱼怎么样？他们相对来说，你所受到的那种打击和排斥感要。照其他产品我认为要小很多，然后我去跟别人去介绍这个东西，然后跑了一个月，我谈了三家客户啊，跑了一月谈了三家，就但是几乎是前半个月根本就是一家没谈成，然后我也是一直没有放弃，然后谈了就是有两个是小活，特别小的小活，然后有一个我认为对我日后的发展就是又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的那一个活啊，那两个有两个活是在那个 CBD 就沈阳的北站 CBD 那边谈的两个公司，然后给他们也是做的一个鱼缸，然后也是出现老多问题了，因为你去给别人做鱼缸和你自己在家就是整几个鱼缸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下换场地了，然后人家的要求呢，还有包括人家现有的鱼缸跟你所原来你家里那个东西都不一样，你都一下换了，你还用原来那个模式往里套就不行了，你都不知道用灯管用什么样的，然后什么其他设备都怎么换水什么的，这东西你全都不懂，那阵儿出老多差错，出老多乱子了。我有一个公司，我去给人家去做这个鱼缸，好像是1000块钱给人做一个鱼缸造景，就1000块钱，都没敢管收多，因为那时候1000块钱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都是一个天价了，我怕人家不同意，所以说我根本不挣钱，先期做的那些活根本都没要钱，我就是多钱来的，我就等于白给人干，就那个时候是那种处境。干了俩月，那水草呢不是今天这俩黄了就是明天那俩又折了变黑了，干了俩月，后来那老板问我，哎，小伙儿，那个你这活干俩月了你咋不要钱呢，你知道那老板其实人还真挺好，我说那个我就一直没好意管要钱，因为他始终那个水草吧就从咱们专业角度来说长得都不特别好，我那阵都没管要定金，我就没好意思，我说的没事，我就说相信你了，我说的没事咱就干，我后来说的那老板说没事你慢慢整吧，完这个钱我先给你吧，先把1000块钱给我了，然后说呢，那你以后给我养维护你那个一月收多少钱呢，然后我合计合计，我那阵儿管人要多少钱，一月收了人90块钱，就第一个收维护的钱收90块钱，我都没敢说100块钱，我怕人家嫌贵，然后就当时用我600块钱那之前的那个收入来衡量人家，我就怕人家收贵，别给人收100块钱给人吓跑了，你知道吗，收人90。后来干了两年，完那老板说给你涨了100呗，别给90了。先期就你创业阶段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说的付出真的太多心酸了啊，太多了。先期那两个月其实非常非常难熬，就我都不好意思进人家公司那门了。每回进人公司那门呢，
就是给在那个门口转悠半个小时20分钟，我会脑子里设想各种场景，就是因为那个鱼缸呢就在他们那个员工办公区的对面，然后他们坐那地方呢就能看到我整个人整鱼缸，然后那时候我岁数也小，完也抹不开，因为每回去呢不是水草这地方死了，就是那个鱼死了，脑鱼生病了，我就特别害怕，因为我这怎么整的呀，那个这咋老出问题，啥时候那个能好啊，就你那时候特别害怕人家问你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这个传单写您的水族专家，完我就特别害怕人家问我什么问题呢，哎你不水族专家吗，怎么养鱼养的这种程度呢，就当时那个面子老薄了，特别不好意思，就你都难以自圆其说，完这上面编了很多就是特别夸张的一些广告语啊，我就害怕人家问我，人给我叫人说你这样不把你不说的自己特别厉害什么这那的，怎么给俺们这个小鱼缸整成这样呢，就那个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回进那公司都会搁门口转悠老长时间了，后来鼓出勇气也都不敢吵人家，低个头就进去了，就搁那整那鱼缸，整完了赶快，哎呦啊，心一直悬着。